互动是红包挑战，吃点起来。这边能帮我抽一个王奇，任飞奇吃金刚，帮我抽一个。我给你明星发一个算了。发。他说给我们一人发个红包，等一下。发发发，这不有吗？大声发。分发一下任务，快快快！挑战龙年表情，龙年表情，五连拍！来，赶紧！连拍！他仅仅是先三连拍，现在五连拍，听话了，听话。再先再那个小贝是十连拍了。啊不，我不是第一。二，好无聊，好无聊，快点！四，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呀！那第二个老师谁？我来吧。四，你好，你行，真是无了去。随便抽一个哈，啊，随便抽一个巴掌。要不直接全部抽完得了。好啊，我也觉得。六连拍。嗯。向大家展示一个个人技。个人技，应该能把这个个人技啥啊？展示一个有啥个人技啊？哦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帮不了你。那就随便，那随便，哎，这个上了。哇，这个没人能啊，这个没人做啊，做不了。这个确实做不了，我好像做不到。张磊，你不行。你做不到，就我个人技。就是没那个人技，个人技做不到啊，你做不到。我来干了，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可以来半天，我们来看会不会抽到钱啊？我问你钱，我老手还短。抽到海参的贵族，老手很大。五秒内唱一句带蓝色的歌，展示一下。可以展示。龙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，酷酷酷酷，可以啊，太简单了，只能说不连拍。酷酷酷酷酷，简直是爱的秘密啊！有这么多是吗？展示一下，三成语，根据首字母提示，将下列带有龙字的成语正确念出 ：LMJS。龙马精神，拿着麦，龙马精神，这也行，是吧？对啊，过了，是吧？是，唱歌，快上了，都是你。这么快？那今天条件反射，就是，张哥就是，条件超配，是吧？哇，谢谢马哥，太伟大了，快点。对，看一下，快点！人家是三体人，我是炸哥，你们三体人，神奇大大面头人，我是翻不开呀！啊，这边啊，翻过。莫菲特不是炸哥，你莫菲特，确实，啊，猜一下莫菲特。造词练句啊，不，连词造句，好，连词造句，我龙年烟花棉裤，展示一下，我在龙年的时候穿了一条烟花棉。我在岛上看着烟花，想着今年是龙年，于是我去加了条棉裤。哇，又好用！你也只在龙，哇，你也只在龙年。他说了。哇，张哥只在龙年穿棉裤，好吧？我都不知道我这句话。国际大师，没事。大师，张老师，大师。这样，浩翔呢？浩翔的麦？哎，还有呢，好吧。这房间叫，这房间你在自己。快速读和龙有关的绕口令，我不，我读另外，老农恼怒闹老农，老农怒恼闹老农，龙怒农恼龙更怒，龙恼农怒龙怕农，好像是这样吧？过，比这个，比这个熟悉，我没练过。龙年的不知道，没事。龙年去买梨。去买梨，去卖梨，对，半路遇上下雨天，晒个筋斗砸烂梨，洗掉泥卖掉梨，龙年回家欢迎你，欢迎您，欢迎你。来吧，小贺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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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？根据首字母提示，将下列带有龙字的成语正确念对。这个很简单，看一下。
这是啥呀 ？LTSH。LTSH。龙。龙天龙龙龙虎月。不是。SH 啊，我没事。龙。龙啥呀？我看看。S。龙。S 龙。龙腾四海吗？哦，龙腾四海。哦。哇哟！耀文好棒。哦，耀文好棒。好恶心啊！那我让你们第二个看的年会话题。OK， 好，第一个，这是大家第一次来东方卫视，第一次，第一次，第一次，春晚，东方卫视春晚第一次。行，我拿这个手。那这一次的节目有什么精彩的内容，可以给我们稍稍的剧透一下？好的，快来剧透一下。会跳吗？真的你怎么看？张哥已经透露了，就是一个跳。我相信他的透露非常的精彩。对对，有一首绝手唱跳。这样的，对。对对，还有一首很经典的歌，是的，是这样。薛大雄。好的，那对于春节两个字，大家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样的？让我们分享一下，大家哪个人啊？最难忘的记忆就是大家一起。围着桌子吃团圆饭，然后还有看春晚，好棒！看春晚。最难忘的经历应该就是长辈给压岁钱吧？对，对，确实。最难忘的应该就是放爆竹。哇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就是给长辈拜年吧。长辈拜年。最难忘的就是，就是有一次去马哥家里过年。哦，最难忘的就是，最难忘的就是，看春晚。对。最难忘的就是包饺子。哇哦！包饺子。那小时候的压岁钱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吗？小时候压岁钱的记忆都是妈妈帮你存银行，是的，长大了给你，长大了给你，长大了包给你的，记忆都是用压岁钱去买烟花，对，放烟花，记忆都是存起来啊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现在还会有压岁年可以收吗？不收了，也收不了了吧？可以吧？收的比较少，也可以收，但是一般不收。你现在别人发也收不了了。对，就很多，这爸爸妈妈呀，你收下去，就还是会给的。对，是小孩子。过年的时候有没有给亲戚小朋友们准备压岁钱？会啊，对，压岁钱老给亲戚小朋友准备。是的，来，你比如说平时怎么准备的？张俊元又开始了，我一般都给张俊元这个小朋友准备压岁钱。今天准备的红包。好的，要磕头才能给红包。老是被长辈们 Q 表演节目。不会，现在不会了。现在不会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以前会，以前确实会。我一般是过年那个被大姐被七大姑八大姨在床上盯着看的那个人，就是我每次在床上睡一半，我就感觉一堆人在盯着我，我就醒了之后一看一堆人围着我，所以说经历过这有了这个经历之后，我就养成了睡觉锁门的好习惯。好厉害啊！现在回到家都去直接跑到二楼把门锁了。好，那今年的春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？没有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是，张俊勇安排。好，会说呀，钢琴杀。好的，那最后就是请各位给大家送上一个新春祝福，然后依次给大家。好呀，祝大家浪漫一下。我们一起说一个吧，一起说一个，龙年大吉，龙年大吉，三二一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。